船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只有船员用得妙，游戏才能玩得好。安心观察和分析，硬核推理少不了。顺路看看心跳仪。嘘，快点！有情况，快去找剧本。被谁找到了？在电力间发现的。我是预言家本色好人，橙色有嫌疑，因为他刚刚一直和本色闲逛，然后绿色就没了。我是黑客，看那个生命条，绿色刚死。大兄弟，我和粉色一起往那个氧气室方向跑了，我根本没有到，好吧？我看见橙子，他是往监控室走的，然后我往下走的。棕色，我们一起在看那个心跳仪，没错，这个尸体刚刚死没有多久。那有人说，在尸体旁边的人都有嫌疑，而黄色他是预言家，保了粉色。橙色，我觉得你的嫌疑很大呀。什么？这个白色跟橙色弃票了？12 seconds later. 白色，你别吵我，预言一下你。你遇我的话，你将会在我的身上浪费一次。你如果心里没鬼的话，你就让黄色踏实验验完之后，你是船员，起码也能排除一下吗？你们验吧，我也看着。咋样，搞定了没？小黄走了，看来验完了，看他也不是想报告的样子。那就接着做任务吧，趁着人多打几个陨石。有人看见吗？至少红色和粉色看见了吧？那顺道再启动下设备。黑客躺了。什么？预言家也没了？两位神职被刀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怀疑我。现在我和那个白色都让预言家预言过了。我打陨石了，所以我是好人。红色是工程师，粉色被预言家验过了，还是船员。黄色死了，但是白色的位置没在实验室附近，所以蓝和青是有嫌疑的。考虑到是个双刀，先蓝后青就完事了。什么？还没结束？会议冷却，有人被招募了。到底谁被招募了？影子大哥站在紧急会议旁边，我就直接拉了。你拉的这个会议是可以减少你的嫌疑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怀疑你被招募了，粉色。因为什么？之前蓝青合作双刀应是双鬼，那橙色就是恶魔。估计橙色看到小黄追着粉色走，猜中了其中一个是预言家，所以就招募了粉色，刀了绿色，然后被小黄发现被投。如果我是恶魔，我也会招募一个身份完全安全的人，比如说预言家，或者是被预言家验过的人。我招募白色没有意义啊。再说了，如果白色有问题，那黄色当初验完就示意开会了，还往实验室跑啥？我粉吧。还自票。